本期话题：打嗝最快方法止嗝。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打嗝要止住，方法也很多，还有呢，比如按摩可以用一些穴位，穴位也可以达到，比如按压劳宫穴，按压劳宫穴也可以，还有按压那个，比如我们常用的胃脘也可以，比如胃脘的有些中脘穴，肚脐与箭头的连线中点，可以轻轻揉，也可以按压，也是可以达到止嗝的目的。还有呢，比如我们常用的，有的用比如说姜片放在那个内关穴的时候，内关穴呢就在手腕的两筋之间的那个凹陷处，那个地方呢，你可以用姜片，就是手腕的两筋之间，那个就叫内关穴，那个地方呢也能够达到止吐的作用。当然有的可以自己按压，有的把姜片放在那儿，有的呢是自己掐内关，都能够达到止嗝的作用。